今天是排骨，牛排骨的原型，牛排骨的活动快下去了，牛肉也开始涨钱了。你看，你看这一条肉，是吧？炖一锅，哎呦，你瞅瞅，哇，这多香！我操，炖烂了，慧姐，加风肉全出来了。纯肋条肉，带个底座，是吧？就烂回来掉下来，炖一锅不够吃吗？看风干牛排，哎呦。老香了，有肥有瘦，窝骨哈，吃的就是筋跟肉，正面吃正面，一会儿给你看反面。哇，太香了这个。哎呦，这肉。这是筋啊。还有筋花。可饱个了，筋多肉多，有的窝骨便宜，没筋没肉，刚大骨头买它干啥呀？牛腩排吧，它本身就带点肥，你像这种属于偏瘦的，我不爱吃，我爱吃这种带点膘的。中间这点脆骨，但这个肉你炖出来绝对香。我这直接炖了，你炖的时候可以放点菜啊，中间这点碎骨头，你很干净，你找个肥的，不爱吃瘦，不喜欢吃，不喜欢一点肥，不喜欢吃的不要排上，但这个肉真的很细腻啊，韭菜花一蘸，这就是手把肉。